各位好，咱即马开始上课吼，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大家好啊，所以下昼大家可能较爱困。今仔天气阁小可安尼回暖者，差十几度吼。年纪较大诶人可能着较注意，衫穿较厚诶吼。加减要讲话，讲话是一个好好运动吼。大家辛苦，我今仔日也同款。我平时拜六礼拜，拢会去我遐大山区种树啊。拜一甲拜五同款，拢五点外出咧，早起才五点。拢甲拜一甲拜五，大概到七点，我去，因为我从事证券业吼，就是操盘那个作战官啊，就要负责那个我所下操盘的。我拢会去遐种树啊，山区拢会去两点钟，好我脑筋清楚起来。今仔日拜六礼拜，我来去较久，比如讲十点、十二点，再是五点去。今仔我种十丛树啊，哦，种个树啊、树拢啊，唔是讲咱伫园仔底安尼乌乌的，讲恁田园咯，迄爬去山区吼，去把迄树啊救起来，甲种落。咱大部分种树啊是拢安那啦，拢去买一丛来种。我讲迄无什么学问，去吹，干脆咱台湾拄着问题，去甲吹出来。来甲咱台湾的问题解决啊，才厉害，吼！我今日想甲你介绍一下，等下吼，才真正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讲迄个脑内革命啊，脑内革命，恁在台湾可能真少听到了吼。咱大部分拢讲人、你、我、伊，吼，我爱伊，我讨厌伊，我爱这个公司，我爱这个国家，拢讲安尼，拢无个深入到头脑里面。其实，咱一切的成功啊，是失败啊，是要做啥，拢是由咱脑筋先来分析，先决定以后，像咱今仔日你会来，我会来，也是拢因为咱脑筋的思想分析过，啊，再安排这個时间来，可能安排讲你要坐什么交通工具过来，好，所以脑才重要，人无重要，脑才重要，好，脑为什么放在我们最上面？它怎么不放在我们最下面？啊，这个在咱的台湾的教育，受中国思想教育，脑好像都没有被拿来探讨过。不过这些是西方哈，因为我是背景是从事那个管理科学哈，所以从小从学校里面强调就是那管理。好，等一下过程中会讲到管理。啊，我拄好有讲我爱讲球爱讲，也想要了解一下。好，咱有看到这啊，咱台湾住在这地球哈，拄好是从外太空来看，啊，这也是咱台湾人较欠缺了，咱拢看了你我家庭、社区、工厂、公司安尼尔。人喺西方哦，因的祖先一段在怎样，因拢用迄个宏观，还是器官，还是微观？宏观就是讲，就讲从外太空、从银河系和太阳系来看咱地球。啊，咱在座差不多六七十个吼，拢可能来自于台湾的各个所在。啊，我同款，我是来一个所在，我拄安那来。好，咱安那来最重要。啊，咱拢较袂共讲，咱拢安那来哦。咱台湾人有中国文，拢较袂共讲安那来。啊，我著当一箍人一只啊，你国家问要带安来。不过这你安那来就决定你怎么怎，你怎么人是怎么人，你较早是安那来，吼啊，决定你嘛你是怎么人。啊，咱台湾受中国文化，拢道貌岸然，拢讲啊，我怎么安呢？吼，穿西装啊，讲话遮斯文啊，讲话遮道貌，迄个温良恭俭，代表讲哦，这个人就很有成就。哇，你看咱政治人物唔是拢爱卖酷。麦克风甲撸落啊，伊就安吼穿西装打得很，好像很有学问，但是黑龙骗了。你看他的从小到大的过程，你就知道。好，啊，我正话就来讲，我拄仔是赶紧赶快拢安尼来哈。这地球哈，看到哈，咱以后咱看代志啊，看人啊，看这世间，咱拢爱看讲，咱是伫地球中哈，伫太阳系内底。麻烦了。老师，麦克风我可以。好，这个粉红色的，这十字吧哈，这
台北在这边嘛哈，这东区，啊，只要有几啊条红的、青、绿色的，搁一条这条色的，这什么意思？这就我讲，我跟你讲，我光去爬山这无啥啦哈，这我拢种树啊。这条红线，这条八公里，这条红线八公里，这四点路，只要多十几个人应该知啊哈，还是讲有车去爬山的人应该知啊。我放下。好，这条红色的七公里，啊，这条水源路大概七八公里，这个另外一条路，好，啊，搁这条，这大尖山，啊，这个新台五路，这个基隆这边，啊，这个台北市，你怎么看红色的这有彩色，这都是我拢有种树啊，啊，种树啊，我感觉种三四千丛，哇，三四千丛，种应该过六千丛，无开一角银，包括工具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强调我都讲，我是从小。学校也一样，学管理的，而是管理科学，不是气管了。好，那在座可能有学气管，我是靠不认为的哈，应该学管理。管理，当然那你干啥？什么叫管理？管理就是要用来解决问题，好，解决问题。我政策的问题，你治理家庭、治理公司、治理一个国家，也一样都要管理，都是要解决问题。好，你唔是讲我政策啊？你讲也政策，不一定啊。你也要政策啊？我都开不一角银，安尼来换换八种代志，同款也是真厉害。这一定要这观念，尤其咱成年人到了三十岁以后，应该要策略盘通，还是讲举一反三。啊，你这么小会接受，你啊讲，我这个不是我的领域，啊，这个不是我的专业，迄款人你都莫该接受，迄款就是讲不长进。咱这么台湾目前的地位，也是咱台湾人的国际身份这地位，目前出这问题都是多啊，讲真侪人拢安尼，讲啊，迄不是我的领域，我不参与。就是海西烂啊！其实台湾的问题最简单的呀，你干什么？跟你在国中、高中或大学里面学简单的数学微积分，解那个题而已。啊，咱这么破题都不会啊！被那些哈国系三改传去公共社啊，尤其是政党啊，两个政党或三个政党，或是什么姓蔡的、姓陈的、姓马的啊，因那迄种袂晓解题啊，迄个早拢用背啊，背你妈咱这点人过也脱脱些温习的，好温习的，好、哦、你家里有小孩，或是你自己。嘿，从小脑筋这些训练，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嘿，不管你学什么科，不要排斥，那个在训练你的头脑，不是在训练你说去找工作。如果说你学会计、学英文、学数学、学物理，是说为了找工作，那你没办法希望比，你永远是当他奴隶，在生产东西给他。我们用那个科目是在训练我们的头脑。我希望都是用利用那个学校上很简单，但是老师在引导他们，引的脑部清嘛，脑路。脑会胖起来，干脆咱过去，而且钢枪胖起来，啊，自然他就会去找进料、出货、订单，什么都会带动起来。啊，咱不是咱的脑，台湾脑用训练的变成仓库，哦，什么都拿回家，老公老婆拿回家，钱赚回家，婚事拿回家，拿到家跟啄木鸟放在家里也不是什么，传给后代，啊，后代第三代就会吵来吵去，啊，这叫唔对，西方不会这样啊，哦，你那投资股票，巴菲特啊，是那个欧洲的德国，那个科斯多兰尼，赚到钱很容易，他不会都传给他儿子，他一定说让大环境很好，啊，啊，咱台湾不是，我中国会关不会嘛？一定要传给二代，像王永庆，你看到第二代就已经会修了了去，啊，环境都把台湾弄乱七八糟，都污染了。六千有没有人住在六千？啊，污染哈，啊，十年前，啊，怎么搞成这样？啊，怎么不要都改管？啊，这是以后大家改。了解，啊，我的这是我业余，这不是我的职业啊，这是我的业余啊。啊，你看，我头发剪得很短哈，都比在这还短。啊，我的职业，我都要讲，我是在证券业服务，而是大家可能有买基金，而是都找操盘人，我是操盘人的老板，就在咱查甫人做贵宾嘛哈，作战，我是那个作战官，而且操盘操不好，炒鱿鱼，今天人家赚五成，大盘涨。涨多少？啊，你那赚一百分之一，或是跌下去，啊，你赚的比人家少啊。不过作战官就开始要修理他们，啊，作战官不是修理敌人，是修理我们自己内部人，啊，这个是股市啊。因为在西方从事证券或金融，一定都要理工科了，没有像台湾说都是社会系。抱歉，我这边讲话可能得罪社会系了，没有错了。证券是很庞大的体系，金融投资当然里面可能是服务那种经济业务啦，或是行销，那可能是要社会系的哈，会计啦，或是MBA。但是在西方，你金融商品一定都是理工科了，物理系、土木工程系、数学系，
那个电子科学系，因为那个才有办法去构建 model 来分析工啊，这么这价格涨多少，或利益产生多少，对社会对国家产生多少。好，这我是讲价格涨，不然我们就金融业、银行业一定都会计系的，就是咱拢安尼管的，咱从安尼管，结果害惨了我们金融业啊。政治系一定我们台湾的社会系是大，结果把我们政治搞得乱七八糟。因为我当然等会讲到我们台湾。社会工作领域是要由这群人来占领，是很糟糕的。啊，不过啊，美国、欧洲也是一样，但是美国、欧洲没有联考啊，他们没有说，因为我国中还没有开脑哈，还没有开花，大鸡蛮铁人，都讲哇，数学三角函数看无啊，排列组合看无啊 ，x 加 y 等于 z 啊，一起看拢无，背袂起来，考几小个变做你都扣零分啊。啊，因倒个想讲，我你阮倒点个出一个数，大学生啊，啊，所以无去转去读社会系啊，啊，背历史地理啊，哇，在座位哈，很多如果是社会系，啊，抱歉，我讲话可能得罪你哈，啊，所以你们去了可能政治领域、法律系、经济系，还有金融系，啊，拢很讲究，啊，不然这所以你脑筋伊袂变巧，啊，一个长到职务以后又不会管理，台湾人才很多他不会管，他只用他旁边拍马屁的人，啊，包括。前几任总统，我讲总统不是我的总统是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哦，还是您改变算回，我都没算，我用算了我爸爸。我宁愿哈，当我拿给我爸爸，爸爸对我说，他以后的财产会给我多一点，先给那两个、三个根本都不会给你，还给你大桶油喝，那个，好，这个就是一个头脑判断嘛，所以我头发都比大家白的原因就是这样。好，这里是个大概讲介绍讲我的，啊，基本的。个人的背景，啊，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解决台湾问题，啊，这個、问题，你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也是有问题啊，有没有？像我大学是数学系的，啊，数学很多微分方程啊，统计学、高等微积分啊，top 学那个啊，你题目给你那个训练，但是我不是要当数学家，但是来训练我的头脑，所以你看，训练有我种树都种了3000棵都不用钱嘛，所以你们有钱，请我开工。开家公司，你都不用给我薪水，我 EPS 都给你5块钱以上，啊，股价都可以像台积电的100块以上，对，管理人，外名汉字叫立听，哈，称哈不是生哈，哦，当成的成了，花第一声称，啊，英文的是 L， 你在网络上一定都可以查到，啊，目前的在台湾民政府这边的职务是，在那台北区的那个规划厅长，啊，个另外是咱中央这边啊，就是。这样哈，属于台湾政府内阁的经济产业省委员，啊，这我是这边台湾的，因为这么准备要这要执政哈，就台湾要自己来管理自己哈，这个当然是要我们的上面的董事长跟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同意的哈，啊，不是那个总经理跟总经理私下解决就可以。陈水扁、马英九、李登辉那个都是总经理自己私下呢。骗员工去投投票啊！都啊，咱总经理话话安尼，啊，当时长跟当时的跟股东会啊，唔知你无啥，反正哦，我叫你莫甲出代志，我有钱通啊谈得好。啊，这观念大家应该知哈。啊，我看阮话讲，恁这个脑思考问题对不？咱无可能用脚头，啊不，无可能用脚脚片，啊，唔是用这个人去思考。你若讲用人，这拢唔对，因为这是中国文化跟人讲的。小人与君子，啊，拢不来讲大脑、小脑，啊，脑伫西方500年前、800年前都，现在1000年前都开始去讨论了。我脑是安啊，好，我这么就先个带开。咱人类也是咱理解想法嘛，你一个人是不是这一生过程中是不是拢造这个？梯次价，这个是不是用那个马斯洛哈，在管理科学行为模式跟心理学里面，以这价全世界通用。以这三角形的，是讲咱这个社区，而且讲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而且一个公司里面，它三角形占了人数的比例，越下面这个层次占的越多。的第一个层次，第一个生理需求吧，生理大概当在吧哈，吃喝拉撒睡，性爱，啊，那就是基本的生理需求。我看在座很多生理需求都没问题了，但是还是都永远都存在这边不往上面。啊，你有吃喝拉撒睡、房子啊什么这些啊，地位都有了。啊，你这惊失去嘛哈，这惊呢没去嘛，所以大家拢爱安全，所以你都会追求往上面追求
安全，对不？好，那实务上是不是这样？你好不容易追到一个老公，很怕老公去包养来，所以你要安全，啊，或是你现在好不容易那个当家做主，或是当公司，或是是一个健康人，你很怕失去健康，所以你经常要去检查身体，或怕说忽然间狗屁了，所以你怕说儿子后代做的时候，你赶快买保险，啊，所以你是安全的需求。好，啊，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以后，你接下来往上面再需求什么？是不是以我们自己的实验来讲，是不是有一个归属感？像我们每天上完班，是不是会回到家里归属感？你不可能跑到我家吧？或是你今天回来家，是因为一个信息告诉你来这边受信，所以你会有一个归属啊，暂时的归属。家庭那个，或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也许，比较长远或是大方向的归属。好，啊，那行不行？但呢，马仔您选完口，美国国企呢，是不是都要归到你家去？你不会跑到美国去吧？好，啊，归属感很重要。好，啊，你有归属感以后，你譬如说你明天后天回到家里面了，我们现在每个人都会回到家了，不管是大家小家，或者是奶奶的家、三奶的家，你希望是什么？那个家里面是不是要有爱？你回家，如果说你现在今天来这边上台湾华理课程，先生来上，结果回去老婆对你臭名，那都无爱啊，或者你的小孩不理你，连你家的宠物都不会对你叫，那没有爱嘛。所以你有归属感以后，那个家庭啊，够。迄，那个单位或者迄个公司，你去遐上班，还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你还有一个爱。哎，咱这爱不是性爱的爱啊，不是乱爱的爱啊。我们说我买东西给你，我帮你解决问题，那不是，啊，爱，是你归属感以后会再产生一个爱，那个才组成家庭。但是台湾的家庭很糟糕，都存在下面这两个而已。扪心问你看，在座位。在做了，包括我，你是年轻人或是长辈，是不是都在这两个需求？甚至已经前面这两个已经无后顾之忧，还是存在这边。啊，爱的话有啊，我带他去 shopping 或者看个店里买个衣服给他就爱，不是啊，那个不是啊。所以我们繁衍后代啊，一代不如后希望人。为什么？你们享受生理需求、安全都没问题，怎么繁衍出来第二代、第三代都还是输给希望人？臭掉了啦，那个价值，爱这个臭掉。哦，真的，你现在哈，你看爱你家宠物，跟你爱小孩一样啊。啊，有没有？现在我们现在不是不是这样？有些人现在家里都不养小孩，都养宠物啊。啊，像昨天我下班，红绿灯过去，一看一个老太婆拖一个那个婴儿车，我以为说，哎，我喜欢他这老太婆怎么这么伟大，那个帮儿子带小 baby， 结果过去天气很冷嘛，我说：“要喜欢能怎么样？都吐出来！我糟糕啊！你看这种爱啊，转移错误了。他说动物也要爱，但是人类台湾社会要这么多人爱他都不去爱，那些老太婆可能都领18%了。我们付给他，给他照顾小狗。我们希望他来种树嘛，来照顾我们嘛，怎么去照顾小狗？啊，这个很奇怪哈。爱好，这个一二三四都达到了，西方人会。”自我实现，他一生中比例很大，都会自我实现。像我们王建民在那边就自我实现，吴宝春自我实现，我们在做准备，集体要自我实现，台湾要正常化，啊，而你不靠我们，靠其他的没办法，啊，那个什么低的还是 K 的那个都没办法，啊，他们都方向错误，都是没有照这边是迷失掉了，所以自我实现较重要。在做自己，扪心问看，你们现在在这五个阶层里面。家里生存在哪个，处在哪个阶层？等一下，我们最后五分钟会问。好，那没有问到时间关系，你们写下你处在哪个阶层，你就可以看到台湾这个为什么输给西方输那么多，连甘比亚人家跟你要断交，啊，还好他不是跟台湾断交，他是跟滞留在台湾的流亡中华民国断交。好，这个我们要弄清楚啊。啊，这个我想要跟你解释。啊，这么多人就开始要产生问题啊！你不是说，我想生理需求马上就生理，你要交一个女朋友，春天到了，你就马上可以得到。过程中写情书，人家把它丢回来，啊，你要亲人家后，家人不理你，所以会产生落差了。你要安全，人家把你放火，把你烧掉。你车子买了100万的火装气囊的，没有用，人家后面把你撞，你还是啊，产生需求，那个落差了。真你要达到了，跟实际达到就有落差了。
落差那个就是问题了，啊，这个一样往上面的，那自 A 往上面的话，自我实现这边就在他们宗教里面，不管是佛教还是基督教还是黑的阿美那阿拉那边，就落差很小，啊，那个神或者是他们的那些黑的教主公，那个落差跟我神都很接近，所以不要在意。啊，但是下骹这个落差，吼，你拢讲比啦，我啥哦？人家对方邻居貂皮大衣，我不是啊。啊，人家的太太是怎样啊？我太太是怎样啊？就看到我儿子怎么没有考上哈佛啊？都在比较这些，啊，哈佛也没有用啊，回来还不是台湾给他管理也是乱七八糟了啊。好，这个带多了哈。好，这边我多少讲过啊？安尼看得出来吧？多少五大需求里面，你应该。在这五六六七十位学员，你们自己良心摸摸看，刚才马斯洛里面你处在哪一个阶段？那你是不是要有一个目标往上走？就像你咱较早时阵企业泥娃有无？泥娃伊啊，可是泥娃能不出来，现在开始吃药啊，吃，每天在那吃，就像我们现在一直在工作赚钱，赚工作，哦，上班上啊，结果变好个啊，好个了，唔知要做啥，人泥娃又去健康啊，啊，健康又孵化成羽化成仙，啊，恁人呢？啊，叫你们把台湾正常化也搞不懂，跟那民进党叫欧北写，跟什么党叫欧北写，写掉了唔对哈。包括等一下我们带这个政治的主题啊，这个需求就是多啊，嘿，五大需求里面有落差，就会产生问题。就是讲你的希望，比如讲我操作股票，像上一期的，我想到我个人帮某一个人，他昨天来感谢我赚了五倍，啊，短短一个礼拜赚了五倍，他。500万进来，5倍，就是我用选择权那个上个月的结算是大跌嘛，有一天大跌，啊，那我以我们作战官的敏感度，马上进去就抢的，那到现在，我当时买进去的点数是70几点，现在昨天已经收盘已经300多点，黑的选择权一点是50块嘛，300多点，340是减掉70点，就是我的价落差嘛，啊，一点50块，那100口。你看多少？都短短一个月可以赚，帮他赚了将近1000万。台湾人靠以后赚钱要靠脑筋啦，不要在台积电、都宏达电里面的公司里面当什么研发工程师，当什么工程师，每天就跟生产线的员工这样的工作一样。啊，到最后只希望他公司能够股票好，他混到股票那以后就赶快要退休这样。啊，退休以后刚才讲的不会往上面自我实现啦，台湾人的悲哀在这边，啊，就期望儿子、期望孙子，所以每天都去学校接儿子接孙子，看他以后能不能更比我爸爸、比阿公、比阿妈更厉害啊！你自己都不厉害了，还期望你的儿子什么厉害？自己先突破吧，像我这样去种树吧。我去种树，我爸爸当时也很反对啊！你种树啊，没钱啊！我都是没钱在种啊！啊，这么好花一干的嘞！我阿公，我这树啊，我较早唔知哪种，我怎种啊？我爸你阿爸要去做仙啊？你天顶才做啊？我怎树啊来种的吼？你去阿伯拢未做啊？哦，即马观察本啊，有啊查脱毒个，着你当个多滴滴啊，欢喜间嘞。即马我袂来甲看，甚至要伊90岁啊，大正13年嘛，大正13年就是民国13年嘛，90岁。什么山背，迄大尖山1000个阶，他爬上去，他是感觉这样子太光荣了，不是他儿子什么练什么哈佛，或是什么当什么一薪资多少。如果小孩子因为这样父母感到荣耀的话，是不长进。台湾人现在就是这样，我儿子、我的媳妇、我的女婿，多少要当什么医生、当什么，都要讲这个，啊，不能讲他猫狗怎样，有没有？我们现在左右邻居是不是大部分谈这些？啊，不如因儿子考几分，考啊，好，我说这当然不会进步啊。西方人会谈这些吗？西方都是谈冒险、谈一种创意，拿出来跟人家混响，啊，那弄明，哎，莫讲嘿别个讲啊，咱就讲咱一般人都讲的话，对不对？前一代讲这个，后一代讲未来一代讲这些，当然中国3000年就讲这些啊，你少你一个，多你一个，差在哪里？啊，这需求就产生问题了啊！我讲啊，这落差包括投资股票啊，那这边还不允许，以后我开一个投资股票，我看都爆满，我在台北那里开过都爆满，因为听一次2000块回去可以赚10万，短短一个礼拜可以赚10万，对不对？菜篮子高兴都要命的，对不对？不用到菜园去种菜。直接到我那边来种菜就赚到很多，好，主要用头脑哈。来，头脑在哪里？从小到现在，包括我有上过头脑的人，请举手好不好？有上过头脑的，你看，台湾你怎么跟西方阿多个比呢？
啊，多啊哈，不止上脑。我们国中、初中的时候，健康教育里面每个章节，人家那个老师实实在在的现场就上，那个什么地方什么讲清清楚楚。结果在这，我再问一次，你们那一章节跳过去的人，请举手。健康教育某一章节，有没有？老师跟你讲，你回去问你爸爸妈妈。结果你到现在很多人已经有儿子，有阿妈当阿公，也不知道那一章节在上什么。啊，结果我们这一点还是比西方落后。 西方这个都很知道，所以他们才会那么强。一个那个是性的哈，性的 knowledge， 性医学的那一章一定要上，那一章你性正常的话，人格才会正常，才会往自我实现。我认为你看太监都很奇怪嘛哈，太监不用去研究那些啊，啊台湾人机会变得太监了，被这个李旺忠管我们变得太监，就这边考试啊求光明赚钱了、啊，好，这边脑呢拿出来看啊。 分成大三块，红色这一块，哦，你注意看啊、哦，红色这个里面有这个，还有这边绿蓝色这一块，还有这边这里红色这一块，你自己用一看那个文字，那个已经都写出来，这一块是我们临床的，那人类才有了，这个是我们祖先哈、哦，地球上面发展以后，它这个都后来土长，就是我土这边，你摸摸看，好、哦、摸摸看，有没有？你现在听我的声音。 看我的字是不是都传到这边来？没有传到你的心脏了，也没有传到你的屁股，也没有传到你的脚了，都传到这边来，都传到这边感觉嘛，语言啊，所以在这一块思考，这个才有办法达到刚才马斯洛的，那个自我实现的地方。啊，那这边这块跟这一块就属于一般动物、植物。啊，那这么讲，都是一些马斯洛里面讲的那个生理需求。 该黑的安全需求，动物也是啊，糟糕！我们台湾人被李旺政府来给我们弄啊那样，现在都储存在这一块，脑部的这一块，是不是？你们在做，包括我在，是不是每天烦恼都是吃喝拉撒睡啊？年终奖金，公司会不会垮了？老公会跑，老婆会不会倒了？都是考虑啊，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啊动物啊，啊西方这些都没问题啊，西方那个社会国。 那个胡立国家啊，是因为政治体制健全以后，祖先一直建立起来稳定以后，已经开始就发展这一块了。这思考就往发展宏观的、微观的，包括发展外太空啊。刚才地球，你看那个是美国人弄的，不是我们台湾人。啊，Google啊，啊，搁微观里面细菌、病菌，我们那个看不到的那个行为，那些都他们希望的。诺贝尔这次九月份秋天发表，大部分都是欧美国家。 东方有没有？东方除了日本比较多以外，几乎都没有。日本人因为以前是经过明治维新以后才学西方了嘛。东方一片倒，东方不行。东方就是因为都不重头脑。刚才我们现实有刚才调查过，请大家举手，你一生到现在有没有用过你的头脑？没有啊，有啦。国中、高中的时候就用头脑，发现说数学、物理太难了，赶快跑跑去背历史、地理。因为头脑是用这边，用到这一转以后，以后都不用头脑，就用背的，有没有？ 啊，糟糕，用被子嘛，把被子刚好李旺政都给你错误了，连大同以为错误了，你搞不好你晚上用保险套都错误了，没骗你啊，你不要笑，啊，所以要发挥你这一块感觉、思考、判断、规划，哈、哦，规划厅长啊，我原来规划，还要你要移动啊，然后这样你最后做一个 decision make 出来就要做决策，然后付之于行动。诸位来这边。 是不是这两三个月来受到信息？台湾民政府这个华理论述啊，那一直被轰炸啊，那一次经过一直判断，人家旁边给你干扰，说是不是诈骗集团或是啊哦，当时犹豫不决啊，怎么会撑到今天才来？我先调查一下哈、啊，在座位是这一两天看到这个信息才来上课，这两天啊，请举手。哦，不错，我们有一位哦，大胡子大师。 那一次三个月，哦，三个月前你就知道了，但是好像自己拿不定，就是说都没有发挥这个思考能力，就完全都用这种情绪，用以前的情绪，或是用社会《自由时报》和《中国时报》给你的观点，然后有人在报道一些诈骗集团，所以用这种来判断，都没有用这边来判断。三个月以前就知道有网络上或 DM 或是你的亲朋好友告诉你，三个月以前就知道，然后再决定要来，请举手。 啊，就比较多了哈，大概有十位，那半年以上。
就6个月，请举手。 OK， 好，那1年以上，好1年以上，好有一位。那我当然讲，因为我们可能工商所以比较忙，有时候忙公司或者是忙自己家里，或者是股票被套牢了，没时间烦恼这些了，哈哈，或是啊其他的问题，刚才生理需求、安全需求那边出了问题，但是诸位来还是属于先行者了，好先行的。我去年这个时候也跟大家一样坐在这边，好，那是那个过程，不要去逃避。 啊，不要像以前国中、高中的数理不好就赶快逃避去背历史地理，啊，那个数理不好就转去背历史地理，因为我不会讲说你数理不好，因为那时候的年纪才13岁、14岁、15岁，脑部都拢阿未开窍嘛，大家问题啊，你用讲联考讲讲，你数理不好，啊，你怎么笨这么笨，那么丢的嘛？人家大家问题，人家提起来这个声呢，对吧？ 对吧？两公分没生，如何行？对吧？啊，那台湾这帮都是一个中华民国物质的哈，我弄不死。啊，台湾其实人才这样子，从以前大日本时代，包括我爸爸也是很厉害，我也是很厉害。但是问题在这个环境底下，真的哈，只能种树啊，也跟草股票。哈哈哈。啊，哎、欸，老师，这边应该是在这边啦。我这边后，我们这一面嘛，看到是这一面，后面该还有。我现在刚才讲啊。 这个语言这一区哈，我还补充一下，语言这边，因为我们是看的我们这边后另外后面那一边来看的，没有全部的。语言这一区哈，这个以前我不知道。中国那告诉我说哈，君子哈，或是淑女要彬彬有礼，不要讲话，错了。西方人他们知道，所有的行动、所有的行为都是由脑部。语言这边区有一块叫做性区域，语言天分很厉害的，性能力很强。 你不相信，你现在配合我讲，你知道他那种语言能力很差，还性能力也很差，包括你们现在总统就是，啊，不是你们总统啊，李广忠的总统，没骗你，啊，这个刚才呢，因为我们那个大师有提到，这边我会解释一下，就是说像语言这边后面还有一块性能力区域，啊，那个从小健康教育我们就跳过去啊，15岁、16最需要知道我们跳过去啊，就像你马关条约不知道你知道，旧金山的会不知道你知道。 就告诉你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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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罗先年还是什么先年，先年就好像情书，就拿情书给你看。哎、欸，在座小姐哈，有一个先生这样拿说，以前你跟你写，跟你写给他情书，说在要求你要嫁给他，你认同吗？哎、欸，开罗先年跟那个波斯坦先生那个是好像写情书嘛，有没有情书嘛？有没有写情书有没有？ 写写写，证书啊，讲何我你计划我拜托买安那安那安那，哈，我要买厝，我要大买了。啊，我你计划我要写结婚，伊拢讲安尼。啊，后壁根本都毋是两个人结婚，咧结婚证书上根本不是他们两个。啊，而且用不要去写国际化了，就是说用一般的民法，你大概都可以知道。好，刚才现在的单数个，我这边就想着是讲，咱们解决问题的只要工具啦。当然，医学里面或生理学里面这边全部都没品到脑来。 所有的行为、思考或是行动、语言等表情，到最后都没品在脑里面。大家在座有很多使用电脑，就是电脑里面的软体，就是全部没品在这里。那会电脑像我这样输，这到这边投影机，投影机可能就是一个眼睛投出去而已。所以到最后问题是这样，是脑嘛这一块。但是我现在脑内革命就是这边这一块。 这一块要把它计划起来，但是在台湾糟糕，没办法被计划。他说我这样就好了，我18%就好了，我的太太很贤惠了，我的先生很帅，我这样就好了，好不好？啊，脑就放在那边当仓库啊，好，我们人脑大概百分之，现在目前只用25%了，好，你统计起来调查，但是咱台湾这80%左右都用在刚才马斯洛里面的下面生理需求。 啊，跟安全需求啊，剩下冰山70%都没有用掉，那都是咱人类要未来发展的地方。好、啊，包括我们台湾民政府，如果以后执政以后，也是要往这边来开发，要把目前的这障碍把它扫除掉。好，啊，咱这边搞更一种系统化来看，如果可以微脑哈，其实都是很简单，电脑也是这样一个，你从 input 进去嘛，比如说你这边调外公维。 啊，去看我影片是不是 input 进去
而且公立的参加民政府，当时是不是在外面看到很多网络广告，然后是人家亲朋好友赶快 input 进去？好，那经过刚才进入红色那个栏里面，你认知分析以后，它会配合你的情绪，你可能就是哎呦那个诈骗集团啊，好有没有会这样分析嘛？哈，哇，用很强烈的用以前储存的，那他也不会怀疑说以前对不对啊？这个就没有思考能力，都完全是用以前的模式，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啊，甚至听说李广志还有一个法官用他们宋朝的一个例来判决李广忠和民国的总统，啊，这个是很离谱了，都没有分析能力嘛，哈，啊，所以你要经过思考，然后还有记忆，我们电脑里面只会拿出来比较，然后你最后会控制输出，啊，是以大追着你输出就决定你要来报名参加，啊，你当时收到很多信息。台湾民政府的同心跟你们，建立然后是推广哈那些华理，你经过你进去以后发现，到最后采取行动，来，但是有很多人情绪，古代的那些储存在里面情绪或自己花，比你们更负面，他不行，我不去那边诈骗集团，哦，尤其那个18%的高薪，那个退休后的人，很强烈的他去反弹，对吧？信不信呢？就刚多来前面马斯洛做一个比较，你是在往上面升发展嘛，不要一直存在下面嘛，啊，这边就可以看出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很清楚啊，真正都这个就是系统管理，或是管理科学理，或是程序管理。你知道你问题发生在哪个程序，或是发生在脑，大部分都发生在脑了，都是发生在脑。但是因为东方文化脑都被整个跟太监一样被割掉了，阉割掉了，只是做一些很简单的生理需求而已，啊。好，你都会记得，咱脑哈用25%而已，跟着电脑迄个 RAM 加迄个西槽只有用25%的。啊，我这边用迄个大家可能比较喜欢听的哈，日本那边叫做脑内革命，这20几年前用的帖子。咱正常的人哈，脑是加25岁才整个成熟。啊，咱都话讲国中、高中数理不会，就把它判定说哦，他数理很差，就读。去转去受背历史地理啊，历史地理又错误了，所以现在我们中毒很深的，不只是喝大桶油有问题，连那个在脑部里面的那个毒都在里面了。历史地理啊，不相信大家讲大陆、讲台湾省啊，我都不会讲这些，所以我没有中毒。啊，不相信你们这些口语化一定都很多讲的是大陆同胞啊，大陆什么哈，那我都不会有这种性格，就 China 中国啊，好，这个是脑部里面已经记忆体已经清楚，或是。迄储存体已经，储存体，我说讲，迄咱人到25岁才大脑才真正的成熟，啊，如果说没有受到什么病害的话，啊，迄个人的寿命是大脑的5倍，啊，记得，大脑是25年就整个成熟，啊，人的这寿命是大脑的5倍，所以你看很多比较没有工业污染的地方，他们像。东亚国家哈，西亚那边的，唐三藏，中国唐三藏去取经那边，他们那是什么人都活到120几岁。他讲说他儿子80几岁还在田里工作那种故事有没有？哎，就是因为人会生病会不愉快，就是因为人脑啊，因为台湾脑都用错了，所以脑一痛苦哦，人就生病了。其实那些哈，旁边的眼睛、耳朵、脚这个应该都很健，就像电脑外围这些都工业技术都很健很健。很健康没问题，但是因为里面的软体哈设计不好、啊，你执行的乱七八糟，把投影机弄错了，印表机印出来都印错了，啊，跟我们人一样嘛，所以脑才最重要。所以我为什么要提出脑内革命？脑内革命才是决定一切的。华理给你还是不行的。华理给你，刚才 input 给你啊，这个已经跳过去了。你给你这次进去。到这边认知，但是后面这些都不做啊，没有用啊，拿去考试而已啊，各位，我们现在的18%那些就是这样考一考就人生就满意了，有没有？啊，后面这些都不做啊，他们叫他们的种树了、捡狗屎，他们都不愿意啊，有没有？现在在做，包括不要说18%，我们现在在社会上，如果经过奋斗的人不愿意做那些 那问题要由谁来做？给那要做的人，你薪水又给他不高。这西方不是哦，要做那种薪水都很高，坐在办公室人反正薪水很低哦。你知道，像我今天从我那山上下面有人在挖水沟，那个一天的薪水都5000块。
啊，那个在德国或在日本或是新加坡，那个认证都很这个，不是说你念个书考一考考就当什么办公室的什么 office lady 什么 office 什么，嘿，要是我像我那边有啊，我办公室里面有啊，研究员啊，一个月就给新人就给他两千两万五啊，因为那些电脑也可以做啊，我是为了解决台湾的事业问题，所以请他聘请他嘛，对吧？不然那些还要请那么多人坐在那边。 好，这就是脑哦，注意这个是脑哈、哦。那身体呢？好，我们这边把身体放大了哈。刚才是人，身体从第一个讯息眼耳鼻舌身意，你看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放在头脑这边？所以这很重要。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帮你脑了，脑是一个老人被关在头颅里面，跟像沉睡里面关在笼子里面，它比较靠那外边这眼耳鼻舌，而且耳耳鼻舌身意跟脑没配合，经常会出状况。好，那接下来就是鼻孔。 好，再需要眼睛、耳朵、鼻孔嘛？你以顺序这样，现在是鼻孔，啊，鼻孔是这边的呼吸啊。你讯息是川流不息的，就算你现在没有听人讲，你坐在那边，脑部也这种讯息是川流不息。所以因为我们讯息比较少研究，台湾很少研究。好，有了，现在练气功这个放下来就是呼吸的气功了。哎，你几秒钟不呼吸比较紧嘛？有没有？但是讯息你有没有办法叫它停？ 有没有？现在在座有没有人叫说叫你自己的信息停掉，不思考以前的不思考未来，没有情绪，有没有？没办法了，信息是川流不息了。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台湾现在都不注重这个信息啊，信息是川流不息。你的喜怒哀乐到最人怎么会衰败？怎么人口会那么快乐？就是跟信息有关系。信息进去，好好好好，以后你就越来越快乐啊，中乐透了，我就觉得你写出的情书。 人家回给你，或是我帮人家他把啊赚五倍这样啊，这个是信息嘛。啊，呼吸，啊，这鼻孔，啊，你个鼻子比较小。接下来是，更下面嘴巴吧，嘴巴是在下面嘛哈，嘴巴吃东西吧，大概吃东西跟喝水吧，啊，了不起在男女之间 kiss 而已啊，嘴巴就这个功能而已啊。啊，啊，多了这消化系统第三个啊，啊，更下面大家一起类推就知道下面，越下面越不值钱。 啊，生殖系统啊，生殖系统是不是都不管男的女的放在最下面？所以造物者很聪明嘛，啊，把最重要的放在最上面嘛，没有错嘛，哈，这个一看就知道，跟马斯洛一样，最上面那个顶层是自我实现最重要，最下面的生理需求啊，就这些，可以不要。哦，我们有时候生病的话，医生这里下面这个都可以割掉，胃也可以割掉，RNG什么割掉，有没有？但是有没有人说去把脑割掉？脑割掉就完蛋了，就不是人了。啊，这边就是你已经慢慢已经抓到重点。 真正的所有问题，大小的问题，啊，体内外体内外面内都是跟脑有关系，所以这个脑我们要去研究，很奇怪，为什么动物界，包括植物也有，为什么有脑？是不是造物者或是他们讲的神，就把它化身为脑？只有脑就要散发跟宗教里面不管哪一个神那个教主联系的一个方法。 但是我们台湾老，你看拿去做那种简单伺候了杂碎，所以上帝都不理我们。好、哦，我给你安顿了这么好，像我的电脑，如果说我买这么高级一部五六万，结果只是什么打电动玩具跟打收益面啊，那真的太浪费了。哦，你这个电脑可以化为很大功能了，我这股票我一下子赚五千万，就是靠这个的，我不用去耗死了。我当操盘人的老板，我不用去办公室，还要去办公室苦命嘛。 啊，你像那个许文龙，大家认识吧？有没有去办公室？他去拉小提琴钓鱼，哪里像王永庆那么苦命，哪像张荣，对不对？还有一个德国一个科斯德兰尼，他说：“哎，早上在巴黎铁塔下面喝咖啡，啊，中午到高速铁路到伦敦的什么甘达科乌的，啊，下晚上到巴塞罗那，生活就这样。啊，他已经很专业啊，但是台湾人，你看被。” 刚才那个脑没有发达，被人家这个流亡政府把控制。你是读书毕业，拿了这当兵，然后在社会上找个工作，安得好啊，啊，都可以考考爹，生产线坐在办公室，哦，我盖国相，自己大家想一想，你们坐办公室在做那些事有什么意义？其实那些事你已经熟悉了，但是都能撑，啊，不敢往上面冒险了，我冒险了，我惨了，我怎么车贷、房贷、老婆，可能我没有工作，可能跑光光了，都不敢冒险，对吧？
好，抱歉，我讲话比较会刺着你，因为这个是我学管理科学啊，管理科学一定要用这种方法来刺人家。好，啊，这么多啊，讲安尼错啊，糟糕了，那么问题很多嘞，到底啊问题是反正不懂哎，是问题啊，懂哎是问题啊，做不好是问题啊，什么叫问题？中文叫做问题了哈，问题啊，英文，有没有人在座位要帮我回答？ 汉字中文叫问题，那英文叫什么字？Ready？ 哎，可能也可以。还有没有？刚才以我们前面上过了，就是你期望的跟现实有落差，那个落差，数学或物理的定律是价值。那我们把用讲的用文字的问题嘛，啊，你刚刚讲 quick 请嘛，哈，好，没问题。还有没有？好，Bourbon，还有。 还有一种比较属于学术的 issue 也可以吧，哈，议题。好 ，problem 跟 question 都是叫做问题。糟糕，你看我们从小就一直，小朋友你有没有问题？儿子你有没有问题？妈妈你有没有问题？糟糕，都用问题来表达那个真正的问题。你刚才讲 question 的话，就是因为你们学校问题那个 question 是比较属于中性的。 说，你了解不了解？有没有老师、教授上说，any question？ 啊，没有针对是非，就一种有没有问题？比如说，你敢问，你假爸爸，假爸爸，这也是一个问题，啊，没有是非。但是 problem 就是一个是非落差了。problem 才对，就是说你本来应该这个方向走，结果你刚才我们讲明白，走差了，那个落差 ，problem 是有是非，有道德，有那个。 企业经营的那个获利能力的，你像黄基，你看那个，那前去年上来那团队整个又换掉了，那个就是 problem 不是 question， 好，啊，你知道吧？但是你看，读汉字会害死人了，不只是 problem， 你已经知道这两个字，但是操作前定，包括你看我们回想三十年前、四十年前，我们健康教育里面某一章节性没有上，更糟糕了，没有上过，大家都会生孩子哈，都有孙子儿子，这很奇怪，好。 <笑>好，这个我要研究一下，到底这个人类跟动物到底好。好，这样问题有没有解？我不是说等一下可以带出，等一下后面还有更多关于这汉字跟英文字哈，糟糕会让台湾人整个迷失掉啊，迷失掉。那结果错乱掉啊，由某一个领袖出来喊你们就跟着跑，哦，投票都投给他，哦，大同有买下去最好了。我想在座应该都有买大同意的股票吧？啊，魏权股票有买啊。 啊，都新哦，某一个分析专家讲，啊，没有错，股票都涨啊，结果现在很惨，一下子把它跌停板。啊，那老板都要跑掉了。好，那你蛮多了啊，甚至管理科学模式啊，这个是以前我15年前上管理科学也是这样，刚才讲的，第一天就上，刚才脑脑子，哎，你也不是医学院的，怎么在上呢？解决问题大概靠脑，所以我脑搞清楚嘛。啊，解决问题，第一个步骤是要了解实况现况。 比如说你现在生病，是不是跟你的健康正常健康是有落差，就是叫 problem 健康出问题了，啊，不是 quick 钱，那你自己可能脚病乘良医，所以知道状况，啊不再不行，你都可以找医生，医生都给你诊断，所以诊断你以后，那个先要了解你的实况，啊你胃那个尿酸啊或高血压什么多少现况，啊另外一个在这种状况下，你要他找出界定问题，同样你利用台湾的地位正常化也是这样的模式。 第二个叫界定问题，现况以后现况好坏不知道，所以你要界定问题嘛，啊，公司怎么获利那么差啊？你买的股票怎么都不多，人家都账你都得，啊，界定问题，啊，那这些问题确定以后，你要拿出一个分析模式，啊，你为什么国中高中要写 SNY？ 啊，结果啊，这个中介啊，结果这国中高中跑光光了，跑去练历史地理，啊，解决问题靠历史地理来解决，啊，糟糕啊，所以台湾就乱七八糟，人才全世界。 在学校里面戴醉酒是全台湾啊，啊，结果解决问题是全世界最惠民。那你个国史也不会处理，要么满街国史也不会处理，啊，大家都宁愿躲在办公室里面说盖国秀。西方人不会这样啊，啊，那分析模式你要确定出来，就是求极大，是学国中、高中不就是求极大值及小值，也不是叫你去真的去求极，而是训练你的头脑，以后说我帮人家化解家庭，而且化解臭，而且讲化解辛苦，比如健康，比如。 要达到某一个哈成贤成佛，你要有一个分析模式嘛。
不能老是说我跟着我爸爸规定的模式走就好了，跟着中华民国跟你规定的模式走就好了，跑第一名就好了，跑第一名的没有用，我们在座哪一个从你爸爸身上哪一个不是跑第一名出来了，都是吧，对不对？跑第一名跑到最后就输给美国人了，没有跑第一名的我们现在有办法坐在这边吗？所以我经常跟我爸爸讲，你当时一滴一滴出来，我是里面一滴里面跑第一名的。有些人会笑，有些人不会笑，大概因为国中、高中那一堂课没有上课，不知道。好，那你分析模式，你提出说极大值、极小值吧 ，SY 在哪一点会产生极大值、极小值？类似那小就要训练了，排列组合要哪一个排列啊，产生几率最大、期望值最大？所以你要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嘛，就 X 要等于多少才会产生？像这次我有会计的，投入多少它会产生多少，你有财务会计一样嘛。啊，那你的解决方案提出来有没有？公司每个礼拜的主管会议、业务会议都要提报啊，啊，那好，提出方案了，你要执行了，包括我们台湾民政府需要解决台湾问题也是这个模式啊，那完成了，过程中可能要修正，一直 feedback， 记下来啊，这个很重要，你不要听听都很懂啊，因为你们国中、高中、大学都是一样，听听啊，都很有道理，老师、教授听的都很有道理，啊，一出教室啊，又忘光光了。你现在把它记出来，就其实在我们的人生过程中都离不开这些了，你的家庭、你的健康。你的财富，你的求阿弥陀佛，都是经过这种模式啊，都是离不开这种模式。其实我现在是用比较学理，数学很简单这样，我不只用语言，就是说 model 出来你就记在你的脑子。我们刚才不是叫 input 吗 ？input 到你的头脑、啊，我现在要用到你的头脑，不是要到你这个人啊。我对你人没兴趣，我对你的头脑有兴趣。就像我这个电脑，我是对他脑有兴趣啊。我不是对他这个外壳什么 ASUS 的、华硕的、什么 Dell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Sony 的，我对那个没兴趣啊。好，那既然是问题重重哈，从刚才前面的，那你要解决问题啊。那用什么？西方真的厉害，管理，没什么。啊，无咱讲，问题解决啦，解决问题啊。我大家讲了就好听，解决问题啊，解决台湾问题啊，啊怎样解决？啊随便了，提出一个法理就可以解决啊。你小时候隔壁有一个很漂亮的帅哥，哦，十年后就可以变成你的丈夫吗？或是反过来，有一个美女，哦，十年后就可以变你的太太吗？不能只是认知嘛，所以我经常用一句话的是解行相异，解嘛了解，就刚才前面那个了解现况什么了解解嘛，那还有一个行动 action doing， 这个两个要相应，好像车子的。左右两轮，好，要配合相应，才会达到那刚才自我实现。啊，不然台湾这么假糟糕，都是了解，领导那你恐怕相信你等于说，你问你敢讲，我知啦，哦，知的拢好像什么都会，知才四分之一啊，四分之三要 doing， 好，那管理，好，那种无人间跳到管理，就是要解决前面那些问题，包括脑部，那管理也是由脑在 handle，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讲什么是管理，就如同等一下我问你什么叫台湾，什么叫做中华民国，什么叫做离往中华民国，总要破题，不然就像刚才 purple 问题，你看中文的问题，我们这位先生他讲是 question 啊，另外一位就讲是 head purple 啊，另外一个可能讲 issue 或是又简单 matter 好都可以，但是背后的操作前提，所以我认为是希望你比较，因为祖先他们祖先已经都尝试。行动以后遇到，所以他们把它界定得很清楚。好，接着，那你忙管理到底为什么？就像我们每天忙上班，每天在家里面那呢，煮饭，遛狗，浇水，到底为什么？有没有想一想到底为什么？如果说你自己现在头脑可以分析说，那个三十年后、五十年后好像也没什么，那你现在还会做吗？就头脑在想了。你不是灵气告诉你、一定要做，然后你那公改公一定要做，你先不改公啊，这一定要做，你就做了。啊，你啊用安尼的逻辑太简单了，都别人告诉你。你现在，除非那个别人是先知啦，或者是个大智慧家，如果是泛泛之辈啊，不要浪费生命就听他那些鬼扯淡，倒不如跟我一样去种树啊，还知道真理在哪里。好，不要跟邻居那么左右邻居们聊那些狗屁塞，也不好浪费生命。那 factor is management， 都要管。好，这样你看清楚啊 ，what is management 都是管理哈，这翻译成管理。啊，我不用英文啦，这
我们念书都这样的态度，我用简单我的思路就，management它翻译成汉字叫什么？管理嘛哈，我已经念了嘛，就如同问题翻译成 problem 或是那个 question。那管理哈，我们因为习惯性从小台湾字也是，情理这些是啊管理哈，讲到都管了，军中被管，爸爸妈妈管小孩子。 好啊，管哦，管就不好，管就把他，你也不是搞清楚，管就是很不好，就被拘束了。但是我现在把你回复到刚才讲，他是属于 quick 请管管制，管制有没有水管？救火队那个管，你坐在车子里面的一个管，我们坐在这个教室里面也是一个管制，只是一个变相变形而已。管制，管制里面流动是什么？水管，水嘛。 我这电缆线也是一个管嘛，流动是电流嘛，或是电缆线流动是信息嘛，啊那个水或是救火队那个消防人员要把，发生火灾要把水喷过去，要有那个管，所以管里面流的是资源 ，resource， 包括我们头脑刚才讲里面，刚才我画那些也都是信息在里面流动，包括你吃进去的东西也都是经过你的消化系统，那是都管，血管，淋巴管。 眼球内管、头发毛细管，这个都管，嚯，所以管太伟大了。连宇宙运作的那个银河系也是一个管啊，它只是形状把它改变，所以管很厉害的。翻译，没有几面翻译成汉字，那个人实在太厉害了，可能跟我一样，啊，懂到这些，所以管哪个管里面流的是资源，那、啊、你把那个资源要喷到对的地方去，谁有办法去把它喷？管理者嘛。 那救火队的那个消防员，如果拿了管子乱喷的话也没有用啊。就像我们现在98%的人资源很丰富，但是给我们的乱喷。好，你看大桶油的给我们喷喷喷喷到现在，我们吃的大家的每个人上都好像都大桶油那个样子，是不是这样？所以管理这样没有很清楚了，这么你就很想这样就清楚了。 MBA 你上不到了，这个是我自己实务经验。我种树也是用这种管，管制里面是资源嘛，啊，资源你是管理者，你要把这个资源怎样？ 运送到那个需要地方啊，解决你的问题，漂亮解决。刚才国中、高中里面学的数学微积分简单，你要求极大值、极小值啊，给你规定的那个数，x 要多少多少的时候啊，你求出来 y 最大，那个就是管嘛，管理嘛，运作头脑就要这样训练。啊，台湾人因为没这个观念，所以、啊、管哦、啊，你不要管我啦，哎呦，啊，你政府啊给我自由民主嘛，不要管我嘛，管我刚才讲就是这个意思，中心就是管制里面流通的资源。 所以在这个希望里面，他有讲啊，是从这个拉丁意大利那边的、啊、哈，他其实讲的是 handle， 是刚开始是一个，那很多路啊，是讲较早古代那些工具，杠杆那些工具，啊，那用来你要怎样用啊？你不能乱用啊，啊 ，tool 他讲工具嘛，古代那个牛车啦，什么那些犁铲那些犁啊，你边那用在好啊，你们那个电都变，像我种树啊，根杆弄个电管，实际上没挖，啊，管理就错掉了。 哎，但是我自己一天发现了，我种树很有一种树很奇怪的，我当时拿起来当篱笆，哎，竟然活起来哈、啊！我正好不能让它活，活起来，我树苗怎么旁边那个篱笆树才长的，把它反过来哈、啊，把它拔起来，哎，它又活了，这很奇怪，这不是什么树？人类是不是可以这样反向思考？好，我这个要试验一下，说正面都没办法解决，用反向来啊，这个物理学、数学还有是化学里面，都生理学或是医学里面好像有。 反渗透一下，反压用这个正面思考没办法，就用负面。但是我们现在告诉，哎，都要正面思考，我不一定啊，是正面思考搞不好解决不了问题。好，啊这边我想后来就，画国字哈，啊没，就是字错了，慢慢写了。好，然后到最后在17世纪、18世纪，英文才没有前面。所以欧洲国家，你看英文我们现在学英文，美国这个还不算最厉害，人家在以前的罗马帝国或是希腊的那时候就很厉害。请问？ 希腊罗马时候，我们的祖先在哪里？搞不好就跟部落一样，在穿的那个<笑>，一样。那时候要拿弓箭啦，也是要养狗去追猎物。但是有没有研究一套方法做？西方人就是有，他坐在那边思考。所以你现在台湾现在学习到宗教啦、科学啦、政治，都是人家西方以前他们的祖先坐在树下在那边想，或是在那边不跟人家喝咖啡，也不在谈情说在那边在那边想，像牛顿啊、爱迪生啊。但是我们台湾有吗？ 嗯，女孩子都在比这，我这件衣服漂亮不漂亮啊？那几块钱买的，都在比这些啊。男孩子在比那块、啊，吃什么在棒棒给而已、啊。结果喝到都是大桶油。好。
那接下来法典里面要讲第二个，好，这个是比较以数学公的，它是一个方形，管哈管字是不是一个方形，输送过去一个方形嘛，管字哦，管哦，管理的管是管字哦，管那个管理哦，要合乎道理哦，物理数理什么理都要合乎道理，像我们台湾民政讲的是法理嘛，这个法也是要有道理，也不能法乱法，啊，为什么加一个理啊？王者的田地嘛。 王者不是我们人类的王，而是那个神的王，啊，神的王，你讲出来是合乎道理的，所以他讲出来方形嘛，组成的，所以你organization planning control directing 等，啊，它是用在企业或单位，把资源 to 这个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没有错嘛，哈，所以越来越朝那个学术的味道了，啊，刚才前面我是比较用那种生活，他现在这边已经。 好，那这个还不算厉害。我们社会系的人可能就上到这边而已。理工科就不是。所以鼓励诸位，现在你的爸爸、你的小孩、你的孙子问你要不要读理工科，一定要叫他读。读社会系已经满街满坑都是了，啊，就跟读到哈佛有什么屁用？一个什么信双口里也是读哈佛，一个系去开，还是哈佛没有用啊，练佛去可能还比较好一点。啊。 这公司记下来就是管理。刚才不是讲说资源嘛，资源我就把它分类 MIT 哦 ，MIT 很好记嘛哈 ，MIT 应该知道，我们知道说 Made in Taiwan 嘛哈 ，Made in China，M 就是资源啊，我分类过 M 就是你的脑部啊，思考、脉力和心灵啊 ，manpower 你在公司里面不是要人力资源，或者在家庭里面你总要老公老婆嘛，才成立家庭嘛，小孩或者宠物，还要 机械 啦，哈，就刚才我们讲说拉丁语那个时候是用机械或者是 material。 Money marketing， 爱 是 information 嘛，爱的 挂，我啊，你这个人要控制好，你自己今天情绪都不好，你要当总经理，要当总统，对不对？有一个总统竟然说他做错事都因为他老婆害他了，哪里有这回事？他老婆讲的是你自己不长进，我当时看国语嫁给你，对不对？那根本不是管理者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那 T 呢？ 就是你要思考嘛，刚才我们脑部是要思考。你一个党，像这个电脑，你还去逛逛在那边，放在神桌上面，每天跟土地公庙拜呢有用吗？电脑比土地公还更厉害，每天坐在那不动呢有用。你要精神嘛，然后还有时间嘛。你有这些还有时间嘛？没有时间，你今天怎么办呢？这边上课，所以有时间，还有技巧嘛，还工业技术啊。你生产线的技术，还有那个你要有你一块上班的地点 territory。 啊，一个办公桌嘛，或是你办公室，或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运作，所以整个就是这个公式。那这个国中、高中大家学过啊，函数 f of x， 然后会产生 y， 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就学过，你们不要逃避哦，不要说我都读社会系的，国中这个都有上过嘛 ，y 等 f o s 啊，大家都逃避嘛。你看逃避，你看他现在那一票人都去当。 社会领域的或每天都跟我们决定他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只有老半天什么都不会，几大职级、校职都求不出来。啊，给他资源，给他人力，他也不会用啊，对吗？所以要改革啊，所以要脑内革命啊。我们自己先脑内革命啊，不要等他们。他们的目的是，刚才讲马斯勒他们要达到是另外一个，他们每个人讲个不会不会哇，卡扎，你看现在两个 T 的。 某个低档的、K档，那些以前都按三比八，这么讲个不会不会哇，不管找不找不找个不会不会不会哇，那人会不会就是讲安好，无忧无虑，啊，弄人的请一吃，欢喜干，啊，但是我无要解决了，啊，遐真正吼，为代志你烦恼拢从我安尼嘛，三比八，啊，就陈定南安尼，啊，请问秘书长 Roger， 那脸上都会比较安尼思考型的那种，啊，你看现在政治读社会系的时候，控制我们现在台湾社会。 你看他现在讲个不会不会嘛，麦康卢会吼，讲个吼，春风花明，哎，讲福祥，哎，中国人讲吼，讲只好，哎，逃兵，哇，迄款拢无会，讲贪污嘞。虽然伊没有贪，但是假的东西贪污了。人迄会迄个月红庙会退休，就是要来解决代志无嘞。伊选到总统，拢对因兜拜因祖先，因祖先投票会嘛。哎，这是些台湾人啊，你美国人会想，哎，我不。 我看我靠，这个是台湾人，真的很离谱，怎么会受到这种中国人？哎，不会思考，就是因为后来问题为什么就出现在这个脑不会思考嘛？脑你会思考就不会了。选上总统，那去拜他的祖先，难道祖先从坟墓里面抱出来投票给他吗？啊，中六都讲去拜祖先，
国中、高中的排列组我都不写，所以在座大部分都共估嘛哈，啊拜祖先还是拜还是不祖先拜了，连那个土地公庙什么庙都拜，啊奇怪了，这个我是感到莫名其妙。好，那刚才那个公式出来哈，这里记起来了，您这记啊，该记起来了，在讲这意思嘛，你领导是拢袂领导有钱有力，啊你这 F 嘛，会问你嘛哈，啊你是要做个啥？啊 F 啦，放心啦，你这么放的叫放，会问你放心啦。 啊，公祭嘛，啊，公司嘛，啊，国家嘛，啊，或是某一个什么机制啊，啊，你用了这些资源呢，你要怎样去达到 Y 嘛？啊，这么简单啊，啊，管理科学就是在上这些，啊，气管哈，什么都不用，什么物管、什么财管、什么人事管理、什么资讯管都不用了，上上内容也在上这些啊。啊，以我们人生经验，还比那个20几岁的什么上 MBA 还输给他们嘛？对不对？他们一样跟他们一样，健康教育那一章节是没有上，对。 迄个记起来，但你2000块啦，这记啊！你问我你搞学这考试也袂考，免考啦！你即马大拢你用啊啦，你 F 就是你啦，啊！你即马有钱啦，啊！你即你的钱嘛，哈 ，money 嘛，啊 ，I 就是你啊 ，I 嘛哈 ，I 嘛，啊 ，information 资讯嘛 ，T 嘛，你有时间嘛，啊！你经过你自己掌握，哎，你决定要来上台湾民政府，你会发现不再上哈，明年来可能都要考试进来才能来这边上，你们现在在这边都很容易就来了啊。 明年开始可能会更严格了，好，今天金牛够收啊，来审核再开始上，啊，这个就是因为你自信掌握着，啊，那我们理工科就要对这个要去微分啊找啊，哈、啊，就是这么简单啊，我改头好，好，Fact from management， 啊，我用一个案例啦，我们在企业界，或是在自己家庭，或是你买一种乐透，是不是一定要买到一个对的号码，然后一直心里期望着一张中奖？ To do right thing， 啊，你在公司也一样安排一个位置给你，哇，最好当个董事长，当个总经理，画画事业，啊，吃便当都人家送过来给你哈，啊，在家庭也是一样，你要把它做好。所以管理就是要解决问题嘛，解决问题要怎样 ？To do right thing right，有两个right哈，你要做对的对，就是说像我们在座昨天来这个地点，一路顺通到这边人，请举手。 啊，好、哦、迷迷糊糊，刚才现在台湾的国际地位迷迷糊糊的人，大部分都是吧哈，刚才除了五个人举手，其他人都是搞错了嘛，结果跑到不知道跑到哪个地方去，跑到海里再问人家，还脸皮厚一点问人家哈，或者是看那个什么，那个导航系统给导错了哈，有没有？那很多现在是被导错，啊，你方向对了，还要做对啊。 方向本来要来这边呢，啊对啊，啊结果来了这边报名以后就跑掉了，没有上课、啊，<笑>所以其他老师我不想你们学，在我今天的课你没有上就损失掉，好，起码刚才那公式记下，你回去就跟你们家里面学 MBA， 你会跟他呛赌啊，你我会让你写，我老师这里你听讲这 F Y 等 F 等 MIT 都好啊，我会都好啊，啊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都是迄个公式里面啊。 都是前面那个，我们再调回去看了。都是这个公式啊 ，I 是 information 嘛，华丽嘛，那还有技巧嘛啊，你啊你别来去解决 Y， 一样啊，同这个 model 都一样啊，啊你用在骆驼脚，你要试着排列组，也在这边呢，啊，嘿，慢，打起来。 啊，黑的啊，黑三角，我讲我都讲前面讲你需求会有落差哈，就一个差别。比如说你想要赚100万嘛哈，啊结果没有赚到一半，就赚到99万了，少了1万，啊那要怎样把1万赚回来？所以你就要想讲，动脑筋要用把那个资源调配，就是我们理工科物理数学都一定要学这个，医学是这个，或者是你的血压、无人能呛高哈，就这 delta，我能国中高中不讲，这里整这里产生多少落差就 delta， 电位差、水位差、血压高，啊你会跟男的结婚也是因为男的跟女的有落差的 delta 嘛 ，delta 值，啊更细耶，这个比较可以看到，更细我们叫做偏微分，微积分、微分方程都是在探讨联系性函数或是可微分的是在里面小小变动一下，它会就是小小马关条约，小小的一个。 M 九小小还是马关条约里面的条文，跟它的究竟在合约里面某一个条文
你无甲弄清楚哈，你不在乎啊，糟糕，就用骗了了。就我拄仔讲的 purple， 你看，哎，啊，我讲你们只常在用的老师讲 ，people of Taiwan， people on Taiwan， 啊，该翻译成台语的，翻译成汉字，拢叫做台湾人，啊，你死了了去啊，就第二套子没有呈现出来。啊，你讲我大家拢住在家2300拢台湾人啊，啊，讲我啉台湾水啊，我娶恁某，我娶恁嫁恁阿拢台湾人。第二套直播出来，你都唔知影，你讲我大家拢好好了，好吧？所以自由时报害死人了。自由时报，我经常跟他们辩论，他们大辩力是里面的那个，我说他里面包藏祸心。哦，在座应该很多人看自由时报，里面可能没有。哦，昨天也应该有人讲过，他现在怕被我们攻击，他现在讲个我国了，他现在不讲中华民国，不讲台湾，我讲我国，我国跟人家断交了。我说那是哪一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叫我国这个国，请你写出来，你叫做什么国？写不出来，他我知道他写，他写出了中华民国一定被我批嘛。如果中华民国不存在，你应该加上一个以色列啊，流亡政府啊，强力是台北送给你啊，讲台湾，台湾哪里是一个国家，对不对？所以他们那边躲来躲去，躲来躲去，那边都打个假鬼鬼鬼啊，敢骗台湾啊？你都没买自由时报，好像喝大桶油一样，有没有？在座位应该都昨天好，今天来这边可能有自由的，礼拜一到礼拜五是不是都有看自由时报？请举手一下。或在网络上，啊，你们都看什么吧？中国时报，啊，苹果日报，哎，苹果日报还好一点，苹果日报还好一点，但是苹果日报都是那种心酸水辣，好，我看他们的社论都讲这些，你在看自由时报就可以看出台湾的悲哀啊。既然都说是本土报，不是，那个是海产，那个是蒋经国的魔力，中华民国民进党跟自由时报都是蒋经国魔力，就是这样。你看25年的害惨我们这样。相信他们，结果他们里面跟国民党一个打一个完全不一样。我们台湾人说：“哎，跟我的仇人敌对的就是我的朋友。”你看这个糟糕的地方，这个是没有用头脑嘛？就单一哦，没有多项分析，单一对比，没有多像理工科一定都要多元对比吧，多变量分析吧。好，那最重要，你那个公司要 do right 新 right， do right 的公司哇，那个哇。Y 等 F， 要做啥？要做啥？要 to do right 事，你要提出一个方案。我们刚才不是解决问题的程序里面要弄一次个方案出来。好，那这些我现在没办法一个一个。比如说你用在股票投资，高瓜你要离婚用什么方法最好了？啊，两方都很高兴。啊，股票怎样弄进去不用怕，安尼哈，跌着惊死，啊放着惊飞，啊，感觉买菜钱拢无去，怎讲呢？啊，反正钱拢伫遐，免惊啦。逐工拢上少五千亿、500亿嘛，500亿，互你甲趁一个，一工赚了1万块、2万块，这简单，何必待在办公室里面啊？你慢慢撑，啊，看到我的名字一样撑在那边的，不好意思。啊，哟，好，这边我带过，这个应该在高级班哈。我现在就开始，国家建构后，大家做民进党跟自己说，哦，我一定要国家，好像你的小孩一样，我马上要独立出去。他现在外面有个马子啊，大概要独立啊。你最好你父母就送一栋房子给他，给他一车子，他高兴。结果出去不到3年就被人家狗屁掉了。台湾人，国家建构了必要啊，你一定要就像人一样，你一定要有脑要有心脏啊，不然不是叫个。或是原来是刚才前面讲的，国家它是由这四个组成的。那怎样组成 ？F 哈 ，F 又出来说 F 很重要，都有管理者了。那你 F 四个是什么？某一个程序，某一个机制，把这些元素经过，好像我们生产一个产品，把原料进来，把人力进来，把订单进来，然后生产出去卖给美国、卖给日本一样嘛。F 就是好像一个工。那你有这些原料啊，然后组成国家这个产品。好，那现在问你，现在在座，台湾，我们讲不要是讲美国、讲德国，台湾的人民，在座都是人民嘛。但是会不会像刚才讲他讲的 proper？但开个钱啊，糟糕，就不一样了。人民啊，不要说在你面前会走路的，会蹲下来的，会睡觉会打鼾的，就是人民啊，不对啊。领土啊，不是你现在踏在台湾这个是你的啊。老师也跟你，有些老师跟你讲啊，国宾饭店是不是你住在国宾饭店？国宾饭店是不是你的？你在台积电上班，台积电是不是你的？但是我的，台积电是我有买好多股票，我是那股东之一啊。你们这当然员工啊。除非你有员工配股配息当那员工，不然你是就是员工而已啊，就像我们现在台湾人住在台湾一样，就台湾这家公司上面的员工而已啊。你不要给我讲说你员工要去公投要把
把台湾这家公司什么什么名字改了，什么公司章程改了，哦，某一个党，某一个自由时报，某一个报，两千三百万你可以自由投票，表决，哦，还干什么？您国民党在在座，我们用大老板开公司，您员工还能公，哎，马仔，咱牙就公投把董事长拉下来，哦，这很单，不用学华丽啦，用简单的，你等啊，你等啊，叫上完课以后，你回家，你爸爸家里面还没有来上课的人就已经公投表决要把你赶出去了，你会接受吗？ 台湾人好，我说是搞不懂，都不用投，后来发现了都不用投脑嘛，抱歉了，我这个不是在骂你，是刚才我讲，我把头脑接受在前面了，我不是说现在骂你那种你没用头，就前面那个头脑红红摸摸看这个头脑，啊，你现在没有在听了，代表你没有用头脑，现在有在睡觉了哈，你是没有在用头脑，那你下辈子还是继续当台湾人，好，这个在以后再上，好不好？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哈，这个我想很多老师已经。 好，这个应该有录录写了。我们就在讲他解释名词，台湾人就是解释名词哈，搞不懂人家汉哇，还自己是不是汉字啊？你看得懂，以为你就是专家，你就是有学问。我经常会一句话，在占领地台湾啊，复兴的总是读书人。复兴了哈，复不是那个哦，北凉军医官的复兴了，复的是讲物理学、数学里面你们学过重心、什么心的嘛，偏离掉了啦。 啊，自己也搞不懂他自己偏掉，有些是自己偏离掉，他自己也一直记下，因为有更重要的利益嘛，给他金钱嘛，像台面上那些啊，你这种英雄那些后来怎么说，我做不到就做不到，别人做不到那个人啊，就被抓关那个，就护心了，啊，现在细细给开杯啊，是护心嘛，啊，那没办法，没关系，因为他是外来的病毒到我们身体，哎，现在有很多天津有很多感冒嘛，你那流行性感冒的病毒会对你客气吗？ 你应该病毒，哎呦，你对我，客气一点，不要给我感冒，不要流鼻水，会吗？蒋介石那群年来就是病毒病进，SARS到你的身体，你病毒还对你客气，是你自己体弱多病才让病毒进来啊，进来他还把你杀二八杀了十几万人，啊，怀念下来我们，哦，把那个好的种都没有了，啊，结果我们台湾这韩籍啊，该，哦，搞搞就成了就顶人。 哦，我先喊起来，我先我啊，我们那边那种，啊，都达不到刚才希望那个马斯洛那个是往上挑战，啊，即使在座都已经无后顾之忧了，但是还是一直，你看从另外聊，你讲个爸爸爸，唔去给考噶咧，啊，你话唔给考那边啦，都做糖啊，台湾男生话唔是啊咧，我咧讲我看我的孙子，刚才我讲，每天就学校接孙子，代表说很伟大，啊，这个Colin Powell，2004年在北京哈。 Taiwan is not independent. It does not enjoy serving as a nation. 好，红色这个。刚才我们这个 nation 讲翻译，国家嘛，汉字叫国家哈。啊，后面我不讲。好 ，Daniel 这个亚洲太平洋地区，亚洲也是美国负责太平洋地区的一个组长，他还讲，现在不管中华民国或是台湾，在目前这个 is not at this point a step. OK。 Nation 是国家 ，State 也是个国家，啊，作为一个话呢，但是应该算是一个政体。还有哪一个字是国家？您看，汉字会害死人啊！尤其我们在学校，如果被形塑成那样啊，自己脑筋又不开窍，像我是会的，我是怀疑，我从小就会怀疑，说怎么有可能？连我爸爸说，怪啊，我爸爸那么丑，我这么帅，怎么有可能？我是他儿子，我会怀疑，所以我又问我妈妈呢。 啊，台湾人不会啦，反正爸爸有钱就好，管他丑是吧？有没有？国民党管他，民进党管他，反正他叫我是台湾人，我就认他阿伯了。台湾人这么多些呢，看人民不看土民，那是真害。哎，看土民啦，那看人民，啊。State 跟 Nation 都是，但是英文字人家外国人看到这个就很知道他们的不一样啊，就看到quick情跟 proper 都很不认识，但是台湾这个把它翻译成哇，换成国家，那看不懂啊。 好像是换成男人，男人全部都变成你的丈夫了，糟糕了。所以这边刚才 Delta 那 Delta 好不好？对吧？我们这些那个资深的学员他就问Delta的是我用意了，人家国外这个不用去查字典的，不用去请专家，他看到 nation 跟 state 就不一样了。但是翻译成，哎，国家，国家糟糕啊，啊，这国家，哦，我们是国家啊，那你那个国家跟。 他这个喊这个是个国家，你这个结果不一样，操作情境不一样啊，啊，两点好 ，OK， 那你的国家是什么国家？
像这边还有第一个 country 也出来了，啊 ，country 是国家，刚才我们讲 nation 是国家 ，state 是国家。country 应该就是比较属于地理、海洋啊一个区域里面，就好像你盖房子一样，一个土地、建地这边啊 ，country， 台湾现在就是，啊，所以 country 强调是国土，包括海洋的，啊，那 nation 呢就比较一个族、种族这一点哈，家族哈，那 state 是比较有好像。 土地上盖出了房子，房子里面已经有人住进去，那种功能形成了叫做 state， 像美国那是很标准，啊，这样人家定义很久，所以你这样可以看台湾是属于 country 嘛，啊 ，country 你怎么有可能是属于说什么那些政治家庭里面那种完整的那一些机能？你是一个建地而已，怎么有可能去享受？那台湾人是变成洗脑说哦，我是国家，台湾人讲的国家是这个啦，那不是这个跟这个了，所以刚好前面两个美国的。 的观点已经都跑出来讲嘛，台湾不是 nation 也不是 state 了，啊，清楚不？所以咱即马唔是要争取这个了，我们现在这个是我们要争取身份地位正常化，啊，正常化不是民进党或什么乱七八糟的，可能讲要变成这个，那个是以后，就像你叫小孩，他是要讲说，我明天要结婚，啊，16岁要怎样结婚，他说要独立了，啊，结果啊，你个啪啪嘞，我讲你先甲你切头个好，先对啊。 超龄代先甲变无则讲，卖讲讲哦，外口人迄拢安尼三十岁要结婚啊，伊十六岁啊，我要出去讲结婚啊，要独立啊，啊无迄个假啦，超龄代还阁伫哩啦，台湾人讲那读几本啊册，看一下几本啊册，讲要独立建国，咱的身份地位还阁无够，好，啊时间因的关系吼，我啰里啰嗦，其实还有很多影片，我今天没有放，啊，那因为在座有后面有几个我们的先生，他们都喜欢来看我的。 我前两几堂课我都会前面放影片啊，那个整个影片就按这个逻辑都一样。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都讲，啊时间到，我给他简单讲讲遮。啊，委员哈，咱高级班的时候我有开课哈，再甲杜家辉更详细来介绍。好啊，各位好，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10分钟。 中午有拍识别证的，到后面，电脑桌后面拿哈。中岛翕相的，有翕迄个识别证的来后边，电脑后边倒来遐摕。